新北地检署侦办北捷案，检方预定呢在今天下午的1:30第二度提讯郑捷，告知呢将要做精神鉴定。台大医院呢最近将会派人到台北看守所对郑捷做初步的接触，并列出需要访谈的证人，其中呢可能包含了郑捷的父母还有弟弟。至于外传呢台大为郑捷做精神鉴定，费用可能高达100,000元，检方表示呢还有讨论的空间。